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兔，今天是2021年的6月18号早上的10点半。我现在在距离故城6公里左右的一个公交专线站。为什么叫专线呢？因为这里只有去往 Cross Palo 的公交车，每隔30分钟就有一班。Cross Palo 呢，就是 Coco 里面要的人，如果心怀善意的话，会变成蝴蝶飞向的那个亡灵岛。我们就去看看那个亡灵小岛的原型。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出租车也会揽客，他们坐满4个人是200比索，也就是50比索一个人，那就是17块钱左右。那这个车呢，其实也是50比索一个人单程，买往返的话就是80比索。所以如果人多的话，倒是可以坐这个出租车，一个人的话我还是坐大巴吧，不然他再帮我找其他人就比较耽误时间。就是这一个大巴，而从古城中心呢坐过来的出租车价格是50比索。本来可以坐那个小的 mini bus 过来的，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去搭乘嘛。你看过来打车的50块钱就可以到 Cross Palo 这一个美丽的小岛了。这就是外地人的辛酸呐、该花的钱还是要花。那我现在就买票上去了。OK，买好票啦。这件事随便做，那我就坐在哪里呢？哇，好的位置。哇，我坐在最后一排吧，因为最后一排可以打开窗户。他们人都很好，刚刚他咨询嘛，他们告诉我这个到 Pass Quala 的车是每天的6点到晚上的8点都有，每一个小时发车一次，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只买单程的话就是50比索，17块钱，但如果你一次性买往返的话就是80比索。而且那个返程的票是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今天可以用，明天也可以用，只要坐同样的车就行了。据说坐这种直达的专线过去只要1.5个小时，但是到我来的时候那个大巴上过去就要1个小时，因为它这个是直达的嘛。感受一下它到底是不是1.5个小时。11:12出发了，只坐了我估摸着1/3的人吧。哎呦，一个人独享最后一排，好开心，还可以开窗户看看窗外美丽的 Michoacán 的风景。哇，在这里可以看到玻利利亚这个城市好大呀，这一面全是房子。刚刚出了古城以后，到了玻利利亚的比较现代化建筑的城市，就觉得还挺脏乱的。从玻利利亚的那个车站到 Pass Palo 总共花了40分钟，11:12出发的，11:52到的，但是我们都下错了地方，应该是在前面一站下的，结果他把我们带到 Pass Palo 的那个往市区的地方走了，我们是要去他的码头，所以我就跟着他们一家人一起去到码头。路上也在聊天，他们也是过来旅行的，虽然是墨西哥本土人，但不是玻利利亚的，在这边有公务，所以就带着全家的人出来，也来欣赏这一个美丽的亡灵岛。垂钓的三角梅的花路很美，其他的景色都特别特别的一般。经过的小公园也有点脏乱不堪，沿途的这些小店也大多紧闭着屋门，主要是今天的天气不太好，还是说就要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才能衬托出亡灵岛的那种萧索与肃穆呢？我们上岛看看再说。现在是在这里来坐船，看下面是什么，水葫芦吗？我感觉那些船都在水葫芦当中，已经被淹没了，还能开走吗？哎，好饿呀！上岛以后
要去找一下它的美食。我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要不要在这里住一晚上了，但回去也很方便。我看看这个岛屿怎么样吧，因为想看看它晚上灯光绽放的感觉。这里就是通向码头的一个步行街，也没多少人，这边那些小摊都关掉了。哦，看，这是这个亡灵岛，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雕像呢。我原来以为是基督像，刚告诉我这个又是梅洛斯的像，那位将军的像。啊，纸花，好香啊！什么这么香？哦，这边是一些小鱼干。哇，是这个，好香啊！哇，太香了吧！问一下多少钱？25，就是8.5块左右。尝尝吧，我尝一尝它这个新鲜炸出来的。Gracias。在下面坐船吗？看这些水葫芦都开花了，开出了粉紫色的花。这个船真的能开走吗？哎呀，我看到那个岛了，在那里，还那个雕像好突出啊！这里是他们的一个等候区，看到这窗花了吗？寻梦环游记那个窗花，这个等候区拍照超好看。现在看上去平平无奇，对不对？我刚刚用了人像模式，哇，拍出来好看的。这里还有那个小岛上的一些游览的活动推荐吧。10月22号4点钟，他去偷那个吉他的时候，路过了一片墓地，就是这一片圆形。买票了，这里是100比索往返，也是34块钱往返。周一到周五最晚的一班船是下午6点的，周六周日最晚的一班船是下午7点的，但他没有写早上最早的船是什么时候。哎 ，Yeah， Uno。上岛啦！那边有流浪音乐家，真的是水葫芦哎！我好久没看到过水葫芦了，还是超级小的时候，在我们那个住的房子下面有一个水塘，那里有水葫芦。哇，人可不少。让葫芦干。哇，船上好多卖小食品的，我也在前面来看一下。哇，这个船上真是什么都卖，刚刚走了卖薯片的，卖葵花籽花生的，又来了卖冰激凌球的。啊，这是40比索一个。昨天买的麦当劳那个甜筒也才11比索。12点56分，船在动了，看看它多久开到那边。哇，真的是在水葫芦当中，看一下。6岁的时候看到的水葫芦，我已经有28年没有看到过水葫芦了。他怎么在这个水葫芦档里面穿来穿去好久都没穿出去呢？我感觉他是退三步进一步。这位大叔还请我吃他的零食。哇塞！哇！哇！哇！原来那些撒蝴蝶网的是满意的，他们看到船快走了，就会簇拥上来，飞快的划那个船到窗口来找你要钱。差不多给6比索、8比索就可以了，也就1-2块钱、2-3块钱就行。但是我感觉挺好的。
我还以为是不是千染的呢，或者是这里的有一种摆设在这里，这个是莱纳，就感觉有点。